陈志尧晒火辣泳装赵美丽背后挨进虎头。TVB 新剧《那些我爱过的人》昨晚首播，由林文龙、黄翠如主演，陈志尧、YoYo 于剧中饰演黄翠如好友，首次登场就以性感红色一件头泳衣亮相，火辣身材抢进镜头。虽然现年38岁的 YoYo 已贵为妈妈级，身形 fit 爆依然。YoYo 在社交网分享了拍摄的花絮靓相，留言指：大家今晚有看第一集吗？喜欢吗？记得拍摄泳池旁的这场戏时，天气很冷，风很大，我觉得作为演员，有时更加需要学习忍耐，即使是简单的一个场口，也要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，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